白白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在旁边陪你。陈冕，我问你一句话：那个波提切利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？ 是，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。说实话，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。要是奶奶有意见，不愿意呢？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，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。 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？奶奶，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，您不会不满意。但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，那我就放弃，因为不值得。 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在丽丽面前是个大数学家呀。因为我刚真的很怕，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。你们毕竟也是我的家人。 虽然我跟你们大家说，不要依靠别人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是不再伸把手，别人该说闲话了。我有一处老洋房，够你们一家四口住的了。老洋房。啊，老洋房啊！啊。 在上海啊！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！哎呀，好的呀，老太太，那奶奶，不用，我们不用。老板，你说老太太住院这节骨眼上。 突然把房子让给卖下去住，我看是不是有点分配财产的意思？他有没有跟你提心安理的事儿？奶奶问我，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？必须是啊！你表忠心呗。你这个眼神看我干嘛？你这次回来，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吗？ 快刀斩乱麻，升职回总部，这不都你自己说的吗？奶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生病住院，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，这合适吗？我还是个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但我是说。 奶奶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先别怂啊，对吧？先照顾好奶奶。直播的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直播的挺好的。嗯。你大老远跑来，不会就为了问我一句这个吧？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好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家店行不行啊？要不到奶奶常去那家？那你去问奶奶就好了，干嘛来找我？奶奶说只要我买的，她都喜欢。哦。 那我走了。哎哎哎！奶奶今天做了一件对我影响至深的决定，我要送她一件她称心如意的旗袍。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奶奶，所以我听你的。
好吧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跟我来。疼！我还没碰到你呢。不是，那个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动，交给我，我可以的。疼！好点了吗？好点，好点，好点，好点。怎么弄的呀？你是不是对那个耳环材质过敏啊？不是。就是给客人试戴次数太多了，一摘一戴，一摘一戴就发炎了。那下次客流量大的时候叫上我姐，四个耳朵共担风险。你姐要是听着你这么说，得揍你吧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也去打。等弄好了之后，那就六个耳朵。哎，那不行，我可不喜欢你打耳洞。你像现在这样清清爽爽的多好呀。你喝点什么吗？我给你拿。我自己去。